我要和启子成婚。爸，如果您不同意的话，我就……你就怎么样？亲家，是不是真心喜欢我家小七？是。爸，您这是同意了？不同意又能怎么样？ 你们不都已经……爸，你真好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开明了，爸？这不像你风格啊！哎呀，其实吧，爸一直特别看好秦简，要不是吴念周说唐秦简是咱们的祖先，估计啊，他俩早就结婚了。 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离开我一丈之内。既然卓子选择了你，希望你尽快禀告双亲，与我不日成婚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是你的丈夫，记住了，要叫我神医大夫。唐宰辰，你不要以为你跟我住在一间屋子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我讨厌你，以后跟我保持距离。 拜天地。